新港鄉第十四屆中小學聯合美展，今年又去拄到建鄉七十周年，展覽的主題是畫我的家鄉。學生囡仔透過水彩、油畫等多元創作媒材，畫出新港的美景、產業特色甲風土民情。今年哦，總共有171件作品伫咧新港圖書館展出。新港鄉第十四屆中小學聯合美展伫新港鄉立圖書館登場。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公所取消原定的开幕活动，但是学生所创作的171件作品，也是如期在图书馆展出。阮今年新港乡呢，图书馆呢，办这个国中小的美展呢，因为今年都吼无开幕典礼，真欢迎咱新港乡的乡亲士大吼，大家再来咱图书馆吼来欣赏啊，咱的主题的跩美展的作品。今年拄好是建乡七十周年，所以展览以画我的故乡为主题，学生透过多元创作媒材来完成新港迷人的所在。作品有美景，有历史产业，还有风土民情。新员工的自然生态教育中心也成为真侪作品的创作题材。然后我们借由画，让孩子们能来认识我们的家乡。那深港的美到处可见，然后很值得我们用丰富的色彩来把它记录保存。那这次参展的作品有书法、国画、油画、水彩画以及立体创作，那总共有171件艺术作品参展。新港中小学联合美展，仅到6月7日为止，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前往图书馆欣赏。但是要记得在防疫期间，图书馆内底要全程挂嘴安，就是个人的健康卫生管理。中华新闻叶宏吴，新港采访报道。